这个菜我们是供大家市民他可以采摘的，然后都是有机的蔬菜，没有打过农药，也没有施过任何化肥。源于我的先生吧，因为他是搞花卉园艺的嘛，爱屋及乌。还有就是我出自于农村，从小看着农民戴着草帽在田间劳作，微风吹起，树叶飘舞，那种记忆抹不去，也像城市的居民都能亲手种上自己的瓜果蔬菜。